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四，农历五月二十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前五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四。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各地全力做好防洪抗洪工作，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以军称空袭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数十个目标。巴媒体称，以军袭击造成加沙地带难民营有更多平民死伤。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零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 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 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春争日，夏争时，全国三夏进入了夏种夏管的关键期。一秒钟，驰骋在新疆喀什的大马力联合收割机，一口可吃下十二公斤小麦，一秒钟。 二百六十余万条农情数据汇入数字北大荒平台，生成的农情遥感图可以指导鹤山农场一千三百三十五个地块的下管。一秒钟，山东蔚山灌区的流量达到一百三十立方米，通过数字孪生平台精准调节水量，保障了一百二十万亩玉米地的灌溉用水。放眼广袤田野，澎湃的科技力、创新力正在汇聚。 共同描绘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画卷。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安全供给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不断巩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无论是在国内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业科技的重要性。 他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要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聚焦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等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落实产业科技理念，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内容，坚持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不断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体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农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攻关，一系列破难题、补短板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二零二一年七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强调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开启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不断壮大企业在种业振兴的骨干力量。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三年打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一年。由二百一十六个农作物制种基地县、三百三十个畜禽核心育种场和一百零一家水产园良种场组成的良种繁育国家队基本形成。 种业领域加速核心技术突破的同时，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也在加大实施力度。通过设立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我国国产大马力的无极变速拖拉机和多款丘陵山地拖拉机的研发应用不断提速。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大规模下收中，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成为跨区作业的主流机型。 使得今年夏收用时比常年缩短两至三天。如今，科技创新正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二零二三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三，品种对单产的贡献率达百分之四十五，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三。随着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我国农业现代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江苏昆山，这片三千八百四十亩的数字大田，集聚着科研院所、种粮大户、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他们构建的农田智慧大脑，可以让无人装备覆盖稻麦生产、耕种管收的全程作业。数字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跑出了加速度，带来了我们农业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发展效率的深刻变革。农业新质生产力。 正在不断的引领农业现代化呈现新面貌，迈出新步伐。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重要讲话。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中共河北省委和雄安新区党工委共同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雄安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今天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此次宣介会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千年大计为主题，来自近四十个国家的二百三十多位政党领导人或代表出席会议。 七年多来，雄安新区累计实施重点项目三百八十三个，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的蝶变。与会外宾表示，雄安新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雄安为未来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范例，它的许多理念都非常重要。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这也为其他国家带来启迪。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两万七千五百四十三点八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四，延续年初以来的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有近八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 行业增长面比前四个月持续扩大，其中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前五个月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三点六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推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消费品制造业受益于国内需求稳步恢复、工业品出口总体加快等因素，利润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九。 今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以及未来重大航天工程的相关情况。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嫦娥六号任务突破了月球例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球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再次创造了中国航天的世界纪录。嫦娥六号任务还是一次探索之旅，有望发现更多的科学奥秘。 南极艾这个盆地采集月球背面的样品，可能与正面样品有非常大的差别。研究这些样品啊，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月球的地质演化历史。此外，嫦娥六号任务还与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开展了四个科学载荷的合作，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科学数据。我们向这个国际上啊，承诺我们拿出来着陆器十公斤，这个轨道器十公斤的重量。 开展国际搭载，我们是践行了诺言的啊，也为我们后续哎完成更复杂的任务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国家航天局今天还表示，中国在月球探测方面，后续将研制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探测器，开展月球崎区环境和资源勘察、月球资源原位利用技术验证，未来还将与国际同行一道，共商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 为期三天的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闭幕。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新经济、产业新前沿等六大主题展开讨论，中国经济、中国新产业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长期以来都是高增长的重要消费市场。我认为，世界要从过去几年的冲击中恢复，离不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是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周期管理方面，中国也做得非常好。论坛期间还发布了《2024年度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报告。 嘉宾表示，中国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正在给各国带来新机遇。 我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增长等领域，已经走在全球平均水平前列。我们在中国拥有三个研发中心和十家制造工厂。我们也在不断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与中国经济一起创新和发展。我们与中国签署一系列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来培训人工智能人才。 在数字经济方面，中国是我们重要合作伙伴。这次我到访了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看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期待未来两国在高质量投资方面加强合作，让东盟成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在持续，各地全力抢险救灾。江西局地强降雨持续，今早鄱阳湖出现今年首次超警戒洪水。 赣江支流锦江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昌部分堤防出现渗漏。我们现在正在对渗漏的堤坝铺设防浪布，险情得到缓解，目前还在进一步处置当中。湖南局地强降雨也在继续。今早湘江洪峰安全过境长沙。上午四点，六万件帐篷、折叠床等中央和省级救灾物资从长沙发往十一个市州。 桃源县油路西村失联的五个村民小组已紧急抢通了一条小型车辆便道，为受灾村民送去物资。今天，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三峡水库今起调减出库流量，为中下游地区减轻防洪压力。受洪水影响的安徽黄山交通陆续恢复，合福高铁今起开行临客，杭昌、池黄高铁明天起恢复运行。同时，黄山还增开了多趟长途班车。 浙江杭州、湖州等地调备舟艇、水泵六千多件套，沿江地带积水排涝工作仍在进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四点九六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安徽等九省区做好洪涝及地质灾害救灾工作。本台消息，六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李尚福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根据军委纪委监委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经党中央研究决定，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军委纪委监委。 对李尚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现已查明，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审查调查中还发现李尚福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 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李尚福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李尚福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李尚福开除军籍处分。 取消其陆军上将军衔。本台消息：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魏凤和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根据军委纪委监委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经党中央研究决定。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由军委纪委监委对魏凤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现已查明，魏凤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审查调查中还发现魏凤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魏凤和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魏凤和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魏凤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魏凤和开除军籍处分，取消其火箭军上将军衔。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 二零二四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约六百名国内外专家代表参加。论坛以传承、创新、融合、发展为主题，围绕传统医学的传承保护、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等内容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发布《上合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南昌共识》。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二零二四年一至五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一万一千六百零六点一七亿元，支出九千三百二十八点一九亿元，其中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四百六十二点七八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记者今天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深中通道将于六月三十号下午正式通车。 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将从两小时缩短至三十分钟。全线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为六十六元每标准车次。今天，我国首个超大单机容量的海上风电场——三峡集团张浦二期海上风电场全部并网发电。 风电场首次批量应用了六台十六兆瓦风机，与八兆瓦相比，可以减少约百分之三十的用海面积，发电效率提升近百分之六，为我国海上风电经济性开发、挺进深远海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今天，四川巴中至南充的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巴中不通高铁的历史。该线路全长一百四十九公里，设计时速二百五十公里。 开通后，巴中至成都和重庆的通行时间由过去四个多小时缩短到两个多小时。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随着暑期到来，各地将于七月至八月推出超四千项、约三点七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票价优惠等惠民措施，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多地还针对毕业生和大学生群体推出景区免票和优惠政策。 两集电视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今晚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首播。专题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和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为题，系统阐释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以及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回答了我们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一历史考题。 以色列国防军二十六号称，以军空袭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火箭弹发射场等数十个目标，并在加沙地带南部地区打死了一名走私武器的巴武装人员。据巴勒斯坦媒体二十六号报道，以军当天持续袭击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和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等地，造成更多平民死伤。 巴武装组织派别二十六号称，继续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与以军作战。黎以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国防军二十六号称，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真主党武装军事基础设施，并炮击了黎南部多地。据黎巴嫩媒体当天报道，以军炮击造成黎南部部分地区燃起大火，黎东南部也遭以军空对地导弹袭,袭击，造成至少五人受伤。 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门二十六号的消息，为应对可能的冲突升级，该部门制定了公共卫生应急计划。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六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哈尔科夫、阿夫杰耶夫卡等方向展开行动，打击乌军目标，摧毁了乌方三座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发射装置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 当天，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二十六号称。 胡塞武装同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联合行动，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海法港的一艘以色列船只，以此作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对此，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称，海法港未出现异常情况。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此前使用新型超音速导弹打击了另一艘以色列船只。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二十六号在总统府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在首都拉巴斯总统府周边广场发生的未遂政变，是对国家的背叛。政变发动者玻利维亚前陆军司令苏尼加已被逮捕，并将接受刑事调查。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轮值主席国洪都拉斯，以及美洲波利瓦尔联盟对未遂政变表示谴责。 英国独选丑闻近日持续发酵，多名英国政界警戒人员被曝利用内幕消息压住议会下院选举日期。据英国媒体报道，目前有十五名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和官员正接受调查，工党方面也有一名议员候选人牵涉其中。此外，被调查人员还包括五名伦敦警察局官员。 英国媒体二十六号报道称，独选丑闻进一步拉低保守党支持率至百分之十八，工党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一。近日，日元汇率再度持续下跌，今天，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一百六十点五零比一。此前一天，纽约会市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百六十点八八比一，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以来新低。另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 二十六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欧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百七十一点七九比一，为一九九九年欧元发行以来日元对欧元最低汇率。潮起海之南，新征程上，海南正扎实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